下午，正言上人和台中地区媒体座谈，多位媒体表示，慈济的真善美新闻可以激励人心。从上人到整个慈济大家庭面，创造了这么多幸福，很多美好的一个故事，让我们的媒体平台可以来刊登，然后把这个讯息散播出去之后，得到更大的回响，是我们这样要更感谢的一个部分。上人期许媒体要报真导正。你凊彩公共的哈。 那都是呢，人人爱听，乍看起来好像呢，恶的赢了，可是恶的赢了，输了天下。我们要掌控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容，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字出去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才会真的安。祝福你健康，更长寿。 百岁环保志工张国香做环保不喊累，实际这样的一个环境，能够让老人家真的是无限学习。那最大的是他越做越硬朗。后里环保志工陈树木也跟上人分享，他10年前退休，本来以为自己会成为家人的负担，却因为做环保活力满满。 那日子不知道怎么过。老菩萨把握生命，坚持一念心做环保。大爱新闻，蒋丽君、郭继宗，台中报道。